还真的有机会吗？哎，这个。气球太吓人了！哇，你是呀？你是的确，哇！天哪！其实这把完全可以不防守，他如果南方地区。他比较喜欢擅长的是兵人这场。Okay, let's go. Let and see else. 有时候搬掉它，你限制它，还是有点作用。对，你可以限制它的分路，因为 Legend 本来就是一个分路非常强的。Okay. 看一下今天 Nova 的一个准备。Okay, Boomstone 很大概率是一个。Dragon Inferno 看前两人翻看一下。Fallen Sea。Many weak men, three musketeers. Maybe he's playing. 没有带小闪电。Grave Jazz maybe.No, Spurs 要打很高出手了，对不？No, Vanke. 但是也是一个不知情的表现。没办法解这个蝙蝠。Stupid Vanke Rise. 两个火精灵进塔了。是啊。这塔直接就半血了。潇洒今天感觉是作为 Legend 的克星出来的。好像是，这把还真是有点克制。嗯。看看 Legend 的一个法术情况是什么样子吧。有没有可能打开一个 ？Maybe no. 突然 no. 又要被砍两刀。难受啊！然后锅炉拉扯啊，这锅炉姐这个真的有点无解啊！你这野猪想分享打伤害，我真的一个锅炉一个蝙蝠，你没有小电的情况下不可能能锅炉你都解不掉。炮灰又来了，每次干这没挖的，搞得这里头疼。这波火精灵进塔之后，哇！啊，搞得血量了，只要防守住就没有太大问题了。来，还下一起啦！快不？还行吧。给考虑出一波皇家猪。出得出，哎，不要卡飞。这波不出皇家猪吗？现在再出，锅炉又出来了。对的。他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处理掉这波。每次两个塔跟满血没区别。他没有潇洒，潇洒两个塔没。搞走那个。毕竟是没有小电能解。这个蝙蝠啊，对的，蝙蝠解猪太快了。Maybe it's last guy legend that is 一矿工，直接打进斩杀线，现在疯狂防守。错手高的，皇家猪，一个女武神解。皇家猪，你看几张牌针对啊？一个火锅幽灵，又是女武神，还有火球，基本上是一个。My one coming， 直接斩杀，恭喜。高的 ，Hey yo， what's up man？ 真的是。What's up, bro？ 克制吧。嗯。高德，这个赛季一上来，感觉完全是两个队伍的感觉，而且现在整个阵容的运营也非常的具有活性，而且这套完全是高德。对，天哪！在研究的，感觉还有很大概率就可能不换牌。Okay, let's go next game。我觉得 Legend 这里要考虑去换一下。对，那这把肯定是一定要换的。就潇洒他有可能会不换。想想 Legend 这手搬电出于什么样的 Smash player for no man 好像没有看到I think 对对对这个电话 AU可以无所谓的感觉不知道想吃潇洒的什么东西哦、oh, Miner 这把是换了一个毒矿 Poison 一定要换的哇这个运气好玩啊有没有一些很好的防空Oh my god Oh my god 看这个猎人好像是还好拉了回来还不错那这天狗啊，慢的走进去了。哎，这不差一点。哎，电影上法术这个，刚才如果交个电的话，把这个解了，我感觉这路就危险了呀。那这波选择上气球，那潇洒这波就有一点太冲动。对，这波上球上的是有点冲动。哦 ，nice， free， minor， good。刚才也可能是因为他手上没有小刀，还是要交一下好一点。对的，现在是 Legend 最擅长的。Zap and freeze， 哦，这个是 Legend 非常擅长的一个。两路血量都打了很多，嗯。不过天狗在双位的时候还是有点厉害的。对。Free no gas， 现在血量是可以接受的，亏了大概500血吧。好，继续沉的。来这边墓碑。
但是墓碑很容易直接胖的毒药啊，墓碑是没什么作用的这样。Yep, I'm hunter very slow. 然后出天狗盲感，这路要掉了呀。Fireball coming. 强迫症直接毒药。哦。这路应该是要被拿下了，但要解掉这个猎人。其实这路我感觉还是慢一下吧。And zap, maybe zap. 这波虽然说解了胖子，但是作用真的不大。哦，你这样打下去，两路都要掉了。这样打下去要三星了。对啊，掉两路现在就。对啊，可以啊。Yes, that. 不过这波解的不是特别好，应该会被换掉一路。啊，换掉一路啊！直接给抽了一千七了，是吧？那现在天狗这边能不能拿下对面三星了 ？Poison。如果能拿三星，他有。And defense. 这个就还要换，我肯定要拿你三星了。是。这天狗你不跟单位的话也不行，你必须跟东西。你跟东西，你这样肯定会被对面一波三星掉。Three grounds， 潇洒就是第一波那个气球有点太上头了，打的。这波是果然直接拿三星。看这个墓碑吧，墓碑要拉一下才好解。还有机会。两边都破掉了。哦。跑下这个。Roots Zion。还是有难度。Roots Zion。左路其实没必要投入那么多去防的，其实直接用一波三星没什么任何问题。And minor coming。Minor poison coming. Minor poison coming. Five minor poison. 没有砸到那个猎人。这波解完以后，来这边就要再组织，就要花很久的时间了。Zion. 上狗，直接上狗。Zion. 胖子要怎么防？要了金花，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换。但是，这边胖子又犹豫了，他又没有选择直接换。No， 这个胖子要被溜了。对，那这个胖子是被拉住了。Zap， 这我还真的有机会吗？哎，这个no， 气球太下杀了吗？哇，你怎么样？你自己吃进去？哇，我的天哪！其实这把完全可以不防守，他如果拿胖子进攻，绝对其实没有必要赢得这么险的。Hello， 就只有四滴血，真的太看运气了。在就明显这帮没有，就一个胖子，担心被运动对。但是他还选择下猎人防守，打算会很果断。对，这个就是 Lander 很擅长的一个节奏，就是我左右开弓。哎，这一部分确实感觉天狗这把其实输了，有点可惜。天之柱。那这一场打到第三局了，那这个应该感觉要换成手。对，带这个角骷髅的现在大概率是皇家猪。嗯，三枪反正是被搬掉了。骷髅过牌的一种。Bandits， 这边刺客应该是啊，锤吗 ？Bigga Bandits， 没有出那么多刺客，直接解掉。对王子冲锋，增加了 Bigga， 这波阵型 Miner， 要出矿工了，你这波防守压力 ，Bigga 就这么打的，他反了 Bigga 了，高德。他刚才是要过皮卡，对，过这波胖子的输出还是挺高的。哎呦，这个矿工没了。哦，没办法，刚刚好啊。Good. Wizards. 怎么The last guy is poison. The last guy is poison. 感觉不跟法术这波要亏了呀。那怎么顶嘛？这手矿工肯定是要挖的。Prince. 矿工。Prince. 啊，王来了。王。Oh, poison. 这个毒药是。Oh, poison. 还交了一个毒药。Minor. 还好，用的血量。摸了一刀，可以接受。OK，draw at least， 进入双倍了。这个谁还不能出？就是没那个，基本上是一个没的，哎，八折子，没冲起来，好难受啊！跟本季的 config wizards， 我怕是这波要顶吗？ wizards 一个皮卡了，这波。Okay. 哦，直接顶上皮卡，而且还砍到一个胖子，有点预判到胖子的意思。这波还不错。对 ，wizards 加 config wizards 一走一走，这保住还是蛮可惜的。嗯。这波有机会，这波毒一定要防。我为了上面，每个人都要上一个喽，一头枪我。高直接矿工加一波，
亡灵刺客，哇，这波伤害。再用，再用。哎，感觉，哎呦，砍掉王子，还不错，保住了王子。五零三，那本子到位啊，应该是能防下来，我感觉。那这 ，no， 猎人 ，no， 三块来了，不接了。Go， 完了，这波。哎，多伤了。哎，怎么回事 ？Oh my god， 是关不？这个多伤。恭喜潇洒。这潇洒，如果明扎掉到奶精，我们来 begin， 落一招。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也下皮了。但没想到对面他桥都下了一个胖子，直接送的。光飞 C， 光飞 C， 等上来乖了，那乖了，感觉在里面，那就是抓到那个胖子之后，就赚的非常多了。就是那一波，砍了一个胖子，然后后面的王子也被解掉了嘛。要么就来个快木呢，就来他，搞快木呢，就来他，他没保险。对，前期你看，啊，对对对对对，实际上劣势已经很大了。对，但是后来就没办法一波。